什么？怎么是机车？那个是刹车。嗯。哦，这样。那你要走路去嘛，会使啊。你塞车来啊？唔免吧，塞车是歹停车。啊，无要停啊，伫遐那些就出头那边拿着就走。也可以啊。我就6:40在这，6:50。走路去较快啦，塞车较死。哇啊啊！怎么摔到屁股啊？急救！哎，你干嘛？救援小队啊！果然会摔屁股啊！那么。6:50哦，咦，你要小心哦，要在空旷的地方滑，像你看这个桌子啊，这都尖尖的，就不要靠近这个桌子。啊？我看你坐地，你买全国，你买1000的。你这是加油站的呢，还有加油。对呀。对呀。那我先回去煮饭了，那是老虎哎。那个坐那边来，那也是怕他塞下去 K 我。哇，乖乖变成一个火车团队了。你看那里有一个火车。嗯。变成一个火车的团队。爸爸打到什么？我，那不是一盒而已，那是一大盒加上两小盒，还有那边两盒。不是，如果你们玩到长征月就要回去了，知道吗？他被车位塞下来。哦，你要脱下来的。啊，这个臭鞋子啊！但你我站着，你不要塞车。我脱鞋，我马进来。哎，兄弟，脱鞋。对啊，你到时候，我一想到骑摩托车比较方便。嗯。你要单独买这个车子哇？你看那一套小盒的，那就不用买这么多个。你看自己是盖的，它可以加油呢。对呀、啊，这些车子都是易德德做的。这么厉害哦！易德德看那个图在做，哇，还会调警察车哦，因为警察车乱停被调走了。哇，你这有猴子有老虎哎。好像要开去动物园一样。